抱着冯亮亮问他们在干什么，他们老是在一起。有人递纸说你跟家有同性恋的趋向，我们的行为是正正当当的。只爱的希望，同性实现爱的心愿。我们真的做错了吗？快快乐乐，甜甜蜜蜜。在我的生命中有两个重要的人，一位是知己，娘家。